荣耀里能有什么高手？所以说，我们明天去战队汇报的副本记录绝对是稳稳的，没人能够超越。这都是大家的功劳，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再接再厉，再拿下一个新的副本记录。你们刚才的热情都太高了，把我们新的副本记录都吓掉啊。3 2 1开始。副本记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了让我们兰西格来打破它的。各位都要做好准备，我马上就会发起新的一轮对副本记录的进攻，你们也要努力加油哦，加油，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兄弟啊，你这记录是纸糊的吧？没坚持2天就破了。这么说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不能这么说。兄弟啊，新记录都是纸老虎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哎，不行啊，万一大神喜欢挑战怎么办啊？你又撤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消息啊？兄弟，最近材料有需求吗？工会新打了强力蛛丝哦。材料，咱多多益善。那再约次副本。不过，咱这副本记录售后服务怎么说啊？三包政策应该有吧？三无产品，要什么三包啊？新纪录我看到了，16分56秒78，应该是出动了职业队员，而且这成绩已经是极限了，想要再突破几乎不可能。不可能吗？那我们的记录就这么没了？不过我就喜欢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。
孙兴带领职业选手刷出了16分56秒78的记录，无论我怎么反复模拟试探，也找不到提升速度、加快时间的可能。既然硬刚不过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。不过，我还需要一个剑客。这网吧是被叶秋承包了吗？今晚有比赛，我为家事应援，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啊？嗯，特别明显。哎，这是我为应援买的等高人形版，原尺寸和叶秋一模一样，你帮我把这个放在这儿行吗？啊，交给你了。等高人形版。等高，对了，丑小子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今晚的比赛哪个队会赢啊？老板，你希望哪个队赢啊？反正我觉得加时会输，没了叶秋加时会赢才怪呢。这个嘛，你撕撕撕撕什么呢？我问你哪个队会赢，又没让你拆炸弹，你想这么半天啊？算了，哎，你一会儿把这些海报全部都给我挂满，我要让今天所有来网吧的人都沐浴在叶秋的目光之下。老板，嗯，你这海报挑的有眼光啊，非常犀利独到，人形版做的也好，比叶秋本人都高，手办视频也棒。要不咱们彻底点，把网吧密码也改了。就叫叶秋无敌醉俊朗。叶秋无敌醉俊朗，这名字不错，我感觉我网吧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你应该听出了，我刚才是用了修辞手法，这叫做反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臭小子有进步啊！这里是荣耀职业联赛本赛季第16轮的比赛，由嘉世战队迎战蓝雨战队。报告。